什么看呢？哎，你知不知道王文静和吕梅什么关系啊？明明知道他俩谈恋爱，还说他非礼他。你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还看什么呀？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。赶紧走，以后不行过来，我告诉你啊，再过来跟你急。赶紧走，他妈什么人呢？假惺惺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？我想你了，所以我就过来了。事儿办完了？嗯。你交给我的任务都完成了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？不到说下一步的时候呢，事儿刚办完你就走了，合适吗？下回还怎么跟人办事儿啊？事儿已经办完了，我就要离开他，我和他没有感情。我现在倒是觉得我们俩应该说说我俩之间的事儿了。小芳啊，你给我工作，我给你相应的报酬，我们之间就有这种关系。不是吗？小东，你应该理解我。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，你就算一无所有，我依然会很爱你。小东，我知道我在你心里面一文不值。
可以利用我对你的感情把我推给任何一个男人，但是我爱你，就这些事情都无所谓。小芳，你真的觉得咱们俩能发展下去吗？啊，你不知道我是个有家庭的人吗？家庭？你是说你的家庭是我们之间的阻碍是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小芳，才两天不见就不认识了吗？兄弟，茶我就不喝了。我刚才在楼下又遇着小芳，说句实话吧，这100万我特别怀疑小芳。你得给我一个解释，小芳从哪儿来的？她和那个老头子到底什么关系？她是你的人，你最清楚，你得告诉我。应该不光怀疑小芳，你还怀疑我吧？那倒没有。杜勇，你是个聪明人，那单项目要做完了意味什么？是100万的事吗？小芳从哪儿来的我跟你说不着，但是你觉得我会让一个不放心的人去送钱吗？他跟老爷子什么关系啊？没有咱们这项目，就没有他和老爷子的关系。我的话说明白了吗？钱丢了，咱们踏踏实实说钱的事儿。我的人送的钱，钱丢了，我补上。我觉得咱们俩倒是应该商量商量，人家没拿着钱，咱们应该怎么办？兄弟，你这话说得清楚，我明白了。这100万还是我补上，我把钱准备好，你叫人来拿。我先走一步。不送了。
吕梅。你好，请问是吕梅吕大夫吧？你好，我想跟你谈点事儿。啊，我认识你吗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我想跟你谈点郭晓东的。哥，那个我错了，那个我不应该当着宗导的面说那些话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不就想让咱俩好吗？以后你想跟他说什么都行，我不生气了。以后说话动动脑子，听见没有？嗯，别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嗯啊，哎，你我还有什么不好你就跟我说，我都改。真的，你不喜欢我穿高跟鞋，我不穿了；你不喜欢我擦口红，我也不擦了。我天天都看书，我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他们那个什么，知道吧？哎，我知道有个包子铺特别好吃。那个，我跟大姐都说好了，咱俩一起去，好吧？改天，改天啊，回家吧。爱恋哪儿不好呢？你有点嫌弃人家农村人。我嫌弃他干什么呀？人还是一孩子呢。算了吧，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，你心里有人了。我有谁呀？我有谁？你还别瞎猜，妹子。宋律师，宋律师，宋律师。我觉得，咱眼光别太高了。这小姑娘真不错。胡说是吧？宋律师，宋律师。吕梅姐，你来找我，我挺意外的。有什么急事吗？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。谁呀？小芳。他来公司多久了？应该是在我来之前就到公司了吧。他在公司具体做什么工作呢？哦，他是郭老师，他是郭老师的秘书。他们两个多久了？应该时间不算短了吧。我说的不是工作，我说的是他和郭晓东。其实我们都是女人，我挺理解你的。
我知道我找你让你挺为难的。小芳到医院来找过我，是她告诉我她和郭晓东的事儿的。本来我找你来还想多了解一些情况，其实现在想想也挺没必要的。在这事儿之前，我和郭晓东就已经分居了。宋律师，宋律师，宋律师。哎，你咋想的？大错了。好嘞，到家了。哎，哎呀，这衣服穿多了也费事儿。嗯，那什么哥，哎，你帮我看着。好。再来一下，啊！哎呀，好，你收拾收拾。走走，你甭管了，慢点啊！哎，媳妇儿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开门，媳妇儿。哎，媳妇儿，你忙什么呢？给我开门。媳妇儿。你们谁是病人家属啊？我。你是他什么人？丈夫。那你跟我来吧。大夫，我老婆现在怎么样了？你别紧张了，人呢现在已经暂时脱离危险了，不过他得的是肾衰竭，现在需要住院观察，如果确诊很严重的话，我们会给他做切除手术，赶快去办理住院手续吧。大夫，我老婆的命能保住吗？现在知道着急了，你们早干嘛了呀？你以前不知道你老婆有很严重的肾病吗？别说了，赶快去办理住院手续吧。不过我告诉你，治这病得花很多钱，你快去准备吧。就这样吧，啊。
需要住院。那什么哥，你先回去歇着吧，我去给他办手续。有时候叫我啊。哎，那家里的事儿就麻烦你了。放心吧，啊，哎，那我走了。哎，没事啊。这天啊，小蝌蚪们看见鸭妈妈领着小鸭子在池塘里戏水，小蝌蚪们羡慕极了。爸爸，宁宁，宁宁真乖。宁宁啊，爸爸想跟妈妈聊点事儿，你下楼看动画片好吗？嗯，去吧。小梅啊，你不觉得咱们俩应该开诚布公的好好谈谈了吗？我知道你一直在躲我，孩子这么小，这么下去这个家就完了。本来我不想跟你说的，现在看来，反正说也是早晚的事儿。小芳去找过我了。小芳，她跟我说，你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。你说那个小芳是梦工？是不是我们公司那女的呀？小梅，我跟你说，那女的是个精神病，她经常去骚扰别人，别人把电话都打到我们公司去了。你不会真是相信她说的话了吧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你说的话。我认为小芳确实没有必要特意跑到我们医院去跟我撒个弥天大谎。小梅，小梅，你听我说，
放开我！我亏待过你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小芳，我脾气你是知道的，我不会迁就任何人。我跟你说，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要不然你就没今天那么幸运了。你是在威胁我吗？你说对了。顾有东，我告诉你吧，你和杜勇还有那些贪官的所有犯罪资料全部都在我这儿。你和杜勇分钱分几毛钱，我这里记载的清清楚楚。小芳，你威胁我啊？顾耀东，我爱你没有错，我现在就给你三条路走：要么你和吕梅离婚，和我结婚，这所有的事就当没发生过；要么给我1000万让我出国；要么你就带着那些犯罪证据去坐一辈子牢，你选一条吧。快说！出牌，3-3，3-4，不管，3-金。啊，这么大，接着你来。啥圈？哎呀，快点的，出牌，出牌，3-K。什么呀？赶紧，赶紧的，轮到你了。哎，你出呀你。啊，来，管不住。3-4。你出，你出。哎呀，太大了，你来吧，下一家。出牌呀？出呀你。出呀。3-K。快点。走走，来来来，走走走。大哥来了。二青，哥，在我这胡玩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你记住。对不起，哥。啊，刚兄弟跟我说，黑子最近一直在借钱，他媳妇。今天晚上走了，彻底地搬走了。你打电话，他把我劝住了。
小东啊，你们都老大不小了，自个的事儿自个儿解决。可是我就不明白，你们夫妻这么多年，这感情怎么说破裂就破裂了？ 那是我的初恋，刻骨铭心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王文俊只要不死了，你就永远这样，这个家就永远这样。他死了，这一切就能结束吗？我现在就给你三条路走：要么你和吕梅离婚，和我结婚。 师傅，您能不能再宽限几天？我正在想办法。妈，你老婆已经安排救命床了吗？你要是再不交住院押金和治疗费的话，我也没法向院里交代啊。我给，我肯定给。大姐，你就帮帮我吧，我这次真的遇到困难了，再宽限几天，行吗？同志。 我劝您啊，赶紧把这费交了。你想想，这检测结果一下来，一动手术，到时候连一床位都没有，耽搁的可是您啊。要不这样，我再宽限您一天，就一天。明天您若是还交不上的话，那我也没辙了。可明天我拿不出来，我那对不起，我也帮不了你。您还是同住院部商量吧。 他老婆住院多少钱？都加在一块儿，总共5万，包括押金。记住，用最好的药，钱不是问题。哎，好。孩子，在最关键的时候，
只有勇哥帮你。你说嫂子住院了，你怎么也不说一声？同志，这是您的收据。喂，喂，老东，是我啊。啊，五子。你忙着呢。我不忙，你说。有点事儿，那个有时间吗？有时间。你在哪儿？我找你去吧。就在我们那个报摊儿那小饭馆见吧。好。这20万呢，是江宏武替你还给我的。这小子真够笨的，连张收条都不要。如果我说你没还过这20万，你黑子还得还给我。我听说你老婆病，现在住了院，需要钱去做手术。如果不做这个手术呢，命就保不住了。在这种时候，你把钱还给我。黑子，我现在告诉你，义气救不了你老婆的命。路漫
前另一种拥有，继续走还会有不如人意的时候，只要彩虹在心里头，阳光处处都会有一天变成另一种。